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所以这里他讲作刚强的人，不是讲一个有能力的人，就是不单止我们是力量，并且我们本质都可以似神。圣经讲我们里里外外是神的形象和神的能力的容器，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做人，是在乎人愿不愿意去选择神的形象，愿不愿意用他一生之久，不单止选择神的能力，是选择神的形象。而实际上我们看到 Freemason 去选择神的能力，不选择神的形象，这点当然是一个挺大的错失。但这段经文岂不是就是将这个对比给我们知道呢？他讲到原来你就好像一个大能勇士一样，而你既然好像一个大能勇士的话，你就有能力去攞返起这个大能勇士的全副军装。我曾经讲过，其实如果罗马士兵的全副军装要孭上身是过百磅。当然一个瘦猛猛没有大能的人就不用旨意了。同样我想你知道神的全副军装为什么我们可以拎起，因为他的全副军装就是他的大力。但是问题是我们拥有那种的信仰的体格去运用这些军装，那个就是神的大能。而事实上我们不断去宣告这些军装，我们不断去希望用这些大力，但是这些大力为什么时不时可以用到，时不时又用不到？原因我们没有这样的大能使到我们常常去用到它。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连拿起把剑都没力的话，那这把全副军装的剑很明显它不能够常常用到了。但是原来藉着我们爱主，我们爱人，我们按着以弗所书前面由第四章开始，我们怎样效法基督，满有基督的新娘，神设立五旬，即是就是为了在教会当中教导我们怎样去成长，使我们不再作小孩，使到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我们愿意选择神的形象，神的内涵，去成为一个丈夫，成为一个太太，成为一个主人，或者成为一个仆人，成为一个儿女，或者成为一个父母。当我们愿意去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神能力的容器，我们是神形象的容器。当我们拥有神的形象的话，神的能力就源源不绝可以被我们运用。正如我所说，当你希望富足的时候，你有没有解决了你自己贪心那种固有的形象、固有的作风？你自己希望拥有恩赐运作，但你会不会少少荣耀你就已经有虚荣心？你希望去成为领袖，但问题是你在异性和金钱上你能否解决呢？我讲的就是当你拥有这个形象，这些大能才常常跟你一起。就好像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牧师不是他们未做过牧师，只不过他做牧师就有婚外情，那他怎能够继续做下去呢？有好像好些的医治报道家其实是跟 Oral Roberts 时代一起出来的，好几十个，但个个都短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当这个医治能力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要争夺神的荣耀呢。所以曾经跟大家去分享过，就是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里面，在美国这些灵恩教会很多时候出一些所谓天王巨星式的先知啊或者牧师啊，很多都是得十年的成功就跌倒。不是他们没有大力，是因为他们没有大能。不是说等于他们没有武器，不过他们没有好像世界先生的级数去拎起这些武器。而这些武器导致他们过劳，负责做医治的自己病死，负责讲富足的自己因为贪钱而跌倒，负责做领袖去辅导人的自己因为奸淫而跌倒。这些你会看到不是他们没有大力，不过是他们没有大能。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让生命呈上，让光阴奉上，日影转瞬间消散，陪同潮落潮涨。若生命途中
路远多漫长，上帝牵我手经过，引领我的方向。我心中今充满新力量，似飞鹰今展翅飞漫长，胜过黑暗力量，我一生不断自强，要向着成功迈向，永远共耶稣合掌。